我很怕我在解锁的时候挂掉。40-45，蛮痛的。我之前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说我怎么那个身上那个集团的图腾很难看，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对，我忘记了那个图腾是拿来加那个集团声望值的，我忘记了。我以前以为我只是为了那个外观而已。哦，可以再夸张一点吗？超痛的。而且我刚好又好死不死带玩具枪，你知道吗？补个血一下。我防御这一次，我这一次已经想办法把我防御加到300多了，你知道吗？我操！这一招打下去，主要就是让他们两个互相殴的。欸，他们现在没有那个 debuff 了，以前都会有啊，就是那个他们会中那个辐射之后，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怎么好像都没，欸，还是要插特殊卡片啊。对啊，中辐射了，没错了。你看四级人打超痛了，我防御352，打超痛了。哎，怎么变这样？第二招怎么变成这个？第二招也不是说不好啦，只是说第二招怎么变成那种东西？以前第二招就是一个地板的一个磁场，进去就一直扣血这样。这个玩具枪在这边还可以打这么痛啊！我只有极化一次而已。这一把玩具枪我是懒得极化，你菜刀我就双节棍。我的双节棍也是蛮痛的，不是开玩笑的。哎，我发现我那个角龙还蛮挡的，蛮挡画面的。等一下，哦，好痛！这个把枪一直让我觉得它很像玩具反斗城里面就买到的一个玩具。还好我有第三招补血，我也补不回来。我发了，真要讲的，挺痛的。以前这样子死哦，真的会很心痛，因为你一天只有打4次机会而已。现在这样死，我真的不会心痛，因为。从头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再从头来，还有4次机会，更没差。这边有个秘密哦，以前好像没办法这样子跳的时候，我们是用 Lucky 换的。对，以前没办法这样跳的时候，我们是用 Lucky 换的。现在可以这样跳之后，很方便了。欸，要跳哪去？我忘记了。欸，改掉了吗？我记得那个，欸，我记得有个小门啊，他连高度都限制我了，改掉了，真的假的？以前有个小门，记在对面那边。欸，真的，欸，没看到。没了，真的，欸，不然就是没有出，我也不太清楚主要原因。先把他磁场打掉啊，让他们屠杀，来自己人打自己人开始。哎，欸，靠，不受影响，不好意思。第一招我记得好像是乱弹，哎，欸，怎么变这样？从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这么好。以前是你要丢那个直直的，然后他会自己在那边弹来弹去。现在这么方便，我从你身上炸出来，然后你们那个，真的太夸张了。我操！没有352防御，奥博龙有那么软吗？怀疑。
等一下我就下去了，很快。这边又最麻烦。我很怕我在解锁的时候挂掉。还正要讲而已。以前这边很吵，你知道？以前这边战况很乱，就是那边的石工们会一直来一些怪。现在超安静的，不好意思。所以刚刚是在浪费时间了。CPU 杀手，显卡杀手才对。有一个人一直在扣我们，在哪里？我现在把他干掉。小 boss 应该是，哦，有啦，来了。然后奇怪，怎么那么安静？应该是没开啊。可是我刚记得我有解锁、啊。要平安呢、欸，他自己被打也就觉得很痛。我靠，好精哦！我对，上次我发现就是好像用 energy 还是什么，好像改变他肚子那边的肤色，就是可以影响他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会影响到他的那个 Iron Skin 的颜色。那我通常都用黄，是吗？我忘记了，反正以前 Iron Skin 颜色是不能选的。如果你是用那个有一种那个。炮塔，然后吃到那个，你如果吃到辐射，你也可以击杀你的队友。啊，我在猜，我可能会被那两个打死。奥伯龙真的还蛮帅的。没有，我这样配色，我觉得以前我真的不喜欢绿色，可是刚配色我一直觉得卡卡的，所以觉得还 OK 啊。老实说，我还是不太喜欢绿色。The assassination target is here. Wipe them out. 他这种就刺激了。很痛。啊，我因为血转魔的关系，所以魔比较魔几乎是无限的。因为他打太痛了，真的。哦，对哦，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两军交战，野生的跟神殿的人会交战，然后你会觉得他们两个都长很像，为什么要交战这样？
其实直接冲最安全。哦，shit，很刺激啊！但是你没有队友救你，这样。如果我不小心选到这么软趴趴的角色的话，通常那一场，如果我队友一直救我的话，我下一场可能就不会再选。一直让队友救很不好意思。哦靠，他散弹枪真的是。像之前奥伯龙刚出的时候啊，也蛮好笑的。那时候刚出奥伯龙，然后还是奥伯龙后面好像就是出那个……哎呦，等下他们互炸，我被他们火箭筒炸到，我可能就死了。那时候出奥伯龙之后，就是出那个好像是出死灵吧。那时候每个人都……奥伯龙那时候好像不好刷，忘记怎么刷，反正不好刷。然后刷到奥伯龙人进来，就是一直狂用第四招，就是一直摔。看似很帅，可是就是很奇怪，就是如果我们到高阶场去打的话，你会看他摔不死。我记得那时候伤害有900，好像就脱效了。伤害900，摔一次才900，你自己看有多瞎。